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916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做 Euro Park 所推出的 AMK Pro Series 的第三弹 Starscream 天王星，或者大陆朋友们称呼它为红蜘蛛，这个系列来到第三弹。AMK Pro Series 的话呢，它其实主打的就是把 G1 的人物G1 的造型，然后加上一些做旧做战损比较偏真实化的涂装，做一些细节方面的更加真实化的补强。那这个系列的话来到了第三弹。今天的这款 Starscream 的话呢，目前网络上的评价呢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当然它是一个不可变形的玩具，那我这边还是在不厌其烦的再说一下好了。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有一个观念，不能变形的变形金刚还叫变形金刚吗？如果它是官方授权的，那它就一定是啊，这个已经不下数次的提过，版权方说了是那就是啊，不是我们这一些连一分的孩之宝股东都没有的人说了算啊。这个我已经提过很多次啊，比方说你的父母亲姓高，难道你的身高偏矮你就不能姓高吗？对不对？明明你是个人，你父母亲姓牛姓马，你就真的变牛变马了吗？并不是这样子的啊，这就是一个命名而已啊。那这个争论这个的话呢，因为我最近又看了一些，有些人还是在去争执这些东西，特别是起源电影播出之后居然发生一种现象啊，说你没有变形齿轮你就不是变形金刚。这个我只能说，这个毕竟那是一个虚构的电影啊，你回到这个地球上，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依然是版权方说了算了啊。那这个经过一番自行简单的组装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19公分高的 Starscream 的可动人偶。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一些简单的小配件。首先这个有个地台，有个支架，这个的话呢可以辅助我们对天王星这个人物，特别是它是会飞嘛，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做出一些飞翔的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特效件，比方说这个是一个喷射的一个爆发的一个特效件，加上这个长长的这一个射出的这个特效，你可以把它安置在奶射线上面，也可以把它装置在脚底板啊，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搭配组合。另外的话呢，我们讲到奶射线，它的奶射线的话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功能，两把奶射线当中的其中一把是附带磁铁的，附带磁铁的那一把的话呢，才能够去触动它的一个眼部的发光啊，像这一把就能够触动。那它有一个第一个就是它的长亮，那你在触动第二下之后呢，它就会变成闪烁啊，这个好像在跟你眯眯眼啊，对你示爱的感觉。那你再闪第三下，它就会变成缓慢按下来，然后再缓慢张开的呼吸灯。那这个的话呢，我会觉得呼吸灯好像有点无趣，对不对？那如果你利用另外一只这个没有附带电池的，你即便去敲它的脑袋呢，它也一样不会理你啊。所以说这两把的话呢，你要自己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说它其中一把呢是没有附带磁铁的，当然这有一定的几率呢你会拿到两把都是没有磁铁的，那你可能就中奖，你就不能够触动它的发光啊。那它的胸口的飞机状态下的指挥舱呢，有一点点这种磨砂的这种黄色透明部件啊，是可以拔下来的，里头的话呢有一些驾驶舱的细节刻画啊，但是有点肉啊，做的不是非常的精细。再来它附带的脸孔一样有三张，那默认的脸孔呢是一个笑出这个呲牙咧嘴的这个奸笑的一个表情，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是最传神的一个。另外两个替换的表情呢，有一个是双唇紧闭比较正经八百的面容，另外一个呢则是有一个微微的笑，但是没有笑的裂开嘴巴，没有露出牙齿的笑容。其实这两个我觉得so吧啊，还是默认的这个笑开来的这个表情可能是最好看的。最后的特效件的话呢，这个像是发射出这个，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飞弹从这个地方发射出来的，它的话呢是安置在它的胸口。这一款这个 Starscream 的胸口的话也是可以打开的啊，那胸口呢这个肩膀到这个地方全都是金属部件啊，所以感觉摸起来感觉非常的舒服啊。那个里头的话呢红漆没有涂满，这个地方就是这里面的这种炮弹啊，这个部件的话呢这里是附带一个十字形的一个插槽啊，我们把它给摁到这个胸口，这样子上去的话呢就可以有一个像是发射出飞弹的一个样子。
诚意的话呢还是做得非常的足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入看这款玩具的各个细节。那这个发触动眼睛的发光的话呢，其实你拿其他，因为现在很多玩具都是这种磁铁触发的嘛，你拿别的玩具的话呢，能够触发的一样是能够加以启动的。因为我觉得他把这个触动的东西装在奶色系上面，我就觉得很怪了，因为你为了把这个头给点亮，你还得把它拔下来，是非常不方便的。这是我觉得这款玩具最蠢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就保持一个 star screen 是眼睛是闪亮的状态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你可以看到非常的邪恶啊。那另外讲到的话就是说，它这一次呢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的眼睛呢，你让它在不发光的状态下，因为它还是有上了红色的漆，并不会像之前的 OP 还有 Megatron 的话呢好像就已经死掉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是算作一个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强。那它的一个背后翅膀的部分先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做旧的话呢是觉得做的是真的是挺有质感的，墨线啊什么的都有上。那背后的话呢，这里先讲一下，它有一个假的液压管，它只是一个造型啊，并不是真的液压管，但是呢这个诚意度绝对是够的了啊。那背后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特别 NG 啊空洞的地方。这里的话，这里刚它除了说上墨线之外，它在边缘的话呢还有做一些黄色的一个旧化的一个感觉。那边边倒角的部分呢都有一些刮痕，这做的还是比较自然。虽然说我不是涂装的高手，但是我也会感觉看得出来是比较自然，而且两边不一定对称。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拿到了大家的手上的玩具是不是都是独一无二的涂装啊，我不是很清楚，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我手上的这一款跟你手上的一款有没有一样。像这边这里的一个刮痕就比较多啊，这边就比较少一点点。那可动的话呢，头部是球冠嘛，自然是转动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手臂的平举啊，我提一下，我这一款的手臂平举拿到的时候非常的紧，所以我上了一个润滑的一个细油或者叫硅油啊，这样转起来的话呢，哇塞，这个就非常的舒服了。那手臂的360度的转动的话呢，就是要躲开后面的手啦。二头肌可以转动，那手肘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啊，完全可以转上来。手指的话呢，单独的一个食指还有后面三指是共用一个根部的关节，那这个中间的话呢也都有一处的转折关节。拇指的话呢单独只有一个根部的一个球关，但是比较紧一点点啊。那顺此一提，这一次的玩具呢没有附带这个变成手枪的那个 Megatron 啊，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的啊。那个这个 Starscream 应该要有拿一个 Megatron 变成的小手枪可能比较有意思。那这一次它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有点意思，它奶射线在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可以转动，而且它的奶射线呢并不是坐在肩膀这里，有一些那个旧的一些玩具的话，它的这个奶射线会坐在肩膀这边，所以的话呢你这样一抬起来的时候呢，奶射线有时候会跑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啊，就是跟你的手臂的一个没有达到一个正常的联动啊。那我们这款玩具的话可以透过这几个地方的一个转轴，包括把这个手转成这样 OK 就有一个我终于可以正常的瞄准你的感觉啊。这个也是在 Starscream 的这个模具上啊有去特别去注意到这个点。那这里的一个双动关节啊，金属的质感做的还是很漂亮啊。腰部的话呢，刚刚有给各位展示过，往后面转啊，有一个尾翼压管。那它的裙甲的话呢是这个样子，裙甲这一片的话是一个双动关节，它往前面这样子推上来，这个可以看到里头它是一个双动关节，推上来之后的话呢配合里面的这个有一个往下面多拉出来的一段关节啊，这个也是现在很常见的一种增加脚步可动的设计，它可以抬得更高一些。膝盖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上面也是可以凹一些些啊，但是的话呢非上面的话我觉得比较紧，我也不敢那么用力啊。那一样的，我手上这一款的这个膝盖的是非常的紧，我有特别在上了一下这个细油或者是叫硅油。侧裙甲一样可以打开，但是幅度有限，侧裙甲是金属的啊，摸起来是比较舒服的。然后脚的话呢往后踢，往后踢的话呢后面这个裙甲你要整个抬起来啊，它就没有像前面设计啊把它分开，就直接是后面是整个是屁脸一大片了啊，可以踢到这么多。那这个脚踝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接地，而且做的还是相当的可以。那它的一个旧化的话你可以看到，真的再一次的看到它的这个刮痕其实并没有对称啊，所以我还是觉得说说不定大家拿到的都是不太一样的。那整个质感的话呢，重量的话呢，关节的紧实度上面的话呢都是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在不能够变形的这种变形金刚玩具里头呢，以它的价位来说，台币大概是1000出头
左右你有机会可以拿到。所以吧，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玩具，特别是这个系列一直做下去的话，我觉得会是非常有看头的。那还是回到一个这个不能变形的玩具呢，但是它在外形上面是做到非常非常到位的。那么呢，如果说看到这个玩具呢，你能够立刻在脑海里面呢想起来它在动画片里头活蹦乱跳的样子，那跟一个可以变形但是呢还原度是非常有限的，那你没有办法把它跟动画里头做联想的玩具相比起来，你又会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讲是比较有价值的呢？这个当然大家的个人见仁见智了，但是以我自己用一个非常非常庸俗的目光来看，以台币1000出头的价位去拿到这款玩具的话，我自己觉得 CP 值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